Hello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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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re. Okay, this is Kunlun Fight Kickboxing. 3 rounds, 3 minutes. No hip, no elbow, no clinching, no clinching, and no takedown. Okay, listen to me. Touch glove. Ready. 观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看到的是世界顶级站立格斗赛事昆仑决诸神之战啊，这是第一组的资格赛，出场的选手是穆罕默德和阿曼，我是解说张太海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昆仑决亚维。 这个穆罕默德应该说是6-21岁，确实是一个冉冉升起的新星啊。关键是在他的身上战绩比较彪悍啊，对，倒在他腿下和拳下的人都是已经成名已久的。对，这个昆仑决第一个诸神之战的总冠军祖耶夫被他打败了，西迪三也被他击倒过。对，哇，拳法现在越打越刁钻啊，是。 而且这两个选手身高，穆罕默德达到1.84米，阿曼海马里亚达到1.85米，在70公斤这个级别里，这个身高已经很高了。对，这个穆罕默德有一个特点啊，就是一个腰特别活，对，堪称水蛇腰。对，不管他们两个谁晋级之后的决赛，将对阵来自日本的丹尼罗。哦，这个忽然间一个快进裆的选手平多，非常规性的啊，是吧？ 越打越顺啊！近一年的时间，一扫，哦，变线啊！穆罕默德真是对这个阿曼还是捏把汗啊！对，阿曼要注意，感觉确实是因为穆罕默德的这个所有的线路都很诡异啊！对，而且他发力确实很好，虽然路线很诡异。 在比赛当中啊，过去的击倒力并不高，但是呢，打的特别准。对，从去年开始，他进入到昆仑决诸神之战这里，哇，有点岔气。进入到昆仑决诸神之战这里边的时候，他的整个的杀伤力才充分的体现出来啊。是的，又是顶膝，刚刚黄巴利亚的一个前腿的中扫，可能给穆罕默德造成了在腹部、肋部造成了一点点。 影响是，双方同时起膝，穆罕默德还是很聪明啊，对，一旦在边角的时候，似乎身后长眼啊，对，立即就转移出来了，对，其实他距离这个围上还是有段距离，这个就是选手对于自己整个位置的或者拳台位置的一个。 一个控制，一个判断，对，这也是自己对于这种技战术安排啊，充分的了解啊。是，我们看到这段时间哈巴利亚有点缓过来啊。两个人这个身形都属于这种干瘦高的形状啊。对，在70公斤级啊，这个身高是特别有优势啊。对，哈巴利亚加强了自己的前腿的中扫。 对于穆罕默德肋部的攻击，哇，这个动作做得很好，穆罕默德。八，好，第二局开打。这个阿曼也是正反架都能用，对，左右手都在前侧，现在好像越来越多的选手就。 加强自己反架的一些训练，对，啊，漂亮！前腔就真的很好啊，对啊，他总是从你意想不到的位置和角度打出拳和腿啊，对，啊，漂亮，韩文亮，反击。但是一定要注意穆罕默德这种在一直在退守，但是他所有的动作盯得很紧啊，对，穆罕默德一直以来就是，你看啊，又是一个。 很迅速的一个转移啊，从身边转移出来，腿也长啊，对自己这个腿长利用特别好。对，相对来说，其实阿曼跟他的这个身高臂长其实差不多，但是呢，对距离的把控，一个后手，这个也确实有打到。对。 裁判毛巾鱼老师，抓得很准啊，这个练。
明察秋毫。哇，真的，而且我记得上次我们在说穆罕默德比赛的时候，就说他的头部其实有点松，这样其实容易被 KO， 也不太容易被 KO。对对，相对来说，因为腰就会比较活嘛，躲闪距离就控制得好。对，他在受力的时候可能会卸掉一部分力量。对对对对。其实这也是我们自己在想，当然他肯定有他自己的这种先天的身体优势在里边。走，收的。你看这腿起得好慢啊！对，大家以为还是要起低腿的时候，忽然间在中间变线变高踢了。对，哇，哎，又上梁了。哦，我们观众朋友注意看穆罕默德这个拳啊，他左右上下，他所有的路线他都能结合到一起。对，漂亮！这个假动作我们看一个很小的动作，头轻轻往前一伸，往后一退，然后反击打出来。往后一退的时候还有膝法，很立体啊。对，马里昂现在还有点没有缓过劲儿来啊。看看谁能拿到决赛的入场券啊！如果谁获胜的话，将接下来之后的比赛对阵来自日本的丹尼罗。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不管是谁进入决赛，对丹尼罗来说都不是好事啊！对对，这个身高啊，有着绝对的一个优势。对，阿曼这个双腿的维度啊，我觉得还是有些过于细了。对对。像我们是相对好一些啊，属于正常，感觉还是匀称啊、对，阿曼就是整个腿型偏细，对，有点苗条。来确认一下，身高达到1米8这样的话，达70公斤哈、啊，对，确实是，体重还有70公斤。如果他们的维度达到上一场丹尼罗那种维度的话，可能就估计要打75或者是80公斤了。对对对，这个身高在这儿，对。看到穆罕默德的前腿的中扫也很刁钻啊，对，这个协调性很好，你看、你看移动也好，对，对手总是逮不到的，对，相对来说我们可以把这个注意力放在两人脚下啊，你看，这个穆罕默德呀、像是脚底下踩弹簧一样，对，而这个阿曼哈马利扬就是一步一走，一步一走，哎，走起来显得节奏就慢了好多。对，可以说穆罕默德脚底是弹簧，阿曼的脚底可能是个钉子。对，这个感觉确实是很明显啊。对。而且确实像张老师之前所说，穆罕默德这个水蛇腰啊，也帮助他完成了很多这种躲闪和步伐移换的这种动作。对。阿曼的鼻子也在出血啊！还剩最后的1分钟。啊，你看，又是一次很漂亮的躲闪啊！对，这个移动，太难琢磨了，这个选手。穆罕默德就是从角落或者卫生边上移动出来，基本上在1次到2次的步伐转换就可以完成。对，非常的好。而且配合一些手臂的一些小动作啊，去拨对方的一个手臂。对。啊，这确实是聪明，确实是聪明，破坏你的进攻和你的发力。所以就有时候有一种选手啊，除了后天的努力和训练的科学之外，老天爷就让他吃这口饭。对。就是有了一种天赋。确实是。最后的几十秒钟，哦，漂亮！今天啊，有点晃啊，韩巴亮。哇。哦。确实是有很多非常规的动作，对，哇，漂亮，这个躲闪，哦，这个如果真的打实了，会很容易出现 KO 的状况，而且是一个很经典的动作，对，击腹加躲闪，马上再加前手的这种，比赛结束，我相信穆罕默德已经顺利的进入到决赛了啊，是的，最后呢，当然还需要裁判来宣判啊，到底分
合，还有什么？对，不管是谁，将会进入到在之后的决赛里对阵的是丹尼罗，来自日本的丹尼罗，达到2017年终身之战的首张世界16强的主场券啊！是的，来我们看一下慢动作啊，哇，全部都有激动。确实，我们看我们的手啊，这种推跟搡的这种动作很多。对，这些小动作配合得很好。对，一个是帮助可以丈量，帮助自己丈量跟对手的距离，或者是破坏对手的进攻，是非常有效。看这个躲闪，哇，上勾拳。好，你看这真漂亮，这个躲闪。好，来看一下裁判最后的判罚。本场比赛结果如下：一号裁判 ，Judge Number One， 26-30 ；26-30。二号裁判 ，Judge Number Two， 27-29 ；27-29。三号裁判 ，Judge Number Three， 28-30 ；28-30。四号裁判 ，Judge Number Four， 27-30 27-30。五号裁判 Judge Number Five， 28-29 28-29。 And your winner by 比赛结果，蓝方胜败的 Blue Corner。